大家好，我是雪儿。大家对于使用润滑液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？如果立即想到汽车维修的那一种，那你就太震惊了。如果是想到房间使用的那一种，那你就是生活情趣上达人啦。来来来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害羞又很健康的 Glen and Jo 潮红凝露润滑液。针对润滑液这件事呢，没必要那么害羞啦。其实我们大家都已经成年了，不论是正面或者是反面的需求，我都非常推荐大家试用看看。市面上有许多润滑液的产品，我都觉得太黏腻了。我个人认为 Glen and Jo 潮红凝露润滑液真的是非常的好用，用的过程实在是非常的顺，非常的顺，非常的顺，不会产生黏腻又不舒服的感觉，而且更耐久，它主打水润以及润滑的效果。就像我们人体产生的水水一样，您看您看，就是那份黏黏糯糯的感觉，结束之后就用卫生纸擦擦就好，不会因为黏腻而感到不舒服的感觉。 Glen and Jo 潮红凝露润滑液，它来自于台湾，水溶性的特性让它遇水即溶，使用过程无色无味不残留，难怪会在网络上被人家强力推荐。使用过后不需要冰箱冷藏，不含防腐剂，狂推猛进，不需要痛得哀哀叫之外，丝滑又带劲，进入深层底部，享受踏入冰箱的快感。如果你们像雪儿一样是太害羞的话，就直接到网络上购买，包装上绝对不会被发现哟。生活上的情趣需要正确的方式来辅助，千万别用口水啊！这是雪儿用过润滑液中最强推的品项，大家要来试看看吗？